889，889，里面有11张吗？哦，高级变身说法包一，对，这个我没有说吧？改名叫熟啦，看，等一下，把那句话给我送回去，这个中一个红的，一单，这个中一个红的，一单，这个中一个红的，一单。过3000除一单，过4000除第二单，干5000我再一单，你哪高哎？出来出来！咦，这长者长先卖掉了耶！收钱。你们觉得制作秘籍好呢，还是神秘变身卡好呢？我们只要看台人数到1000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买3箱，好不好？要的一波气刷过去。今晚精华的标题我已经帮各位都想好了，6000蓝钻换紫变，天 M 最屌，你敢信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除非你够重紫变，不然我不相信。你看啦。全体玩家安息 coupon 2张，全体哦。代表你们是不是有去骂？说为什么他们有没有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跟官方干掉了，老高嘞，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啊？大家没有那个 coupon 券，我真是看不下去啊！这绝对不是因为我没去我才骂的啦，嘿那我怎么我像是这样的人吗？像吗？不像嘛，对不对？帮我泼官网是不是？不要了，不要不要了。拼直变了1030，我们是说到做到的真男人啊 ！Look my eyes。你有看到我眼神当中真诚吗？好啦，不啰嗦了，准备好了，3箱，1、2、3。OK， 1、2、3。那我们只要抽3个红，再去合纸就可以了。77页说你中3张重复红变，我抖10万。史丹尼他说我抖100万。我跟你讲，假设3张当中我中1张红变，每中1张我就抽1单，要的一波漆刷过去，刷到他那那官方我都看不下去啊！什么什么抖10万，什么什么呸呀！完蛋了，被人动！官方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只是一个节目效果，你不用太 care。什么节目效果？这个会中红鞭？我不相信。我们要改一下标题，三人密中一红就送一单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嘛？怎么样？觉得这趴不错了，这趴有够 guts 的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刷到他黏黏官方我都看不下去啊！有种你打脸他黏黏的平民百姓的脸啊！有种你就打我的脸啊！我就呛你不可能中红变怎么样？那个光是那个口气有点不好，多多包容。不可能的东西嘛，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中红变呢？当我第一天玩天堂 A 嘛，来了一波气刷过去啊！刚刚那个口气不太好的地方，基本上不要太介意啊，对不对？观众都说了，一波气刷过去，多重人格有吗？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来了，一波气，一波气，不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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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客位观众。我们是不是先开这个比较实在啊？我们应该先开这个了，忘记，对不起啊！这个要不要顺便下 flag？ 我们今天玩大一点，这个有没有中一红送一单？这个中一红再送一单，66×3000哦，2100000，我们先讲好，如果开了66红，我会分期付款哦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好了。如果今天第一次看百姓台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，旁边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挑战高桥名人公司来。打我脸！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消息。哎呀，不呀！我的功夫不昂呀！你干那个？我第一天玩天堂啊！啊？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比比欧西里斯双手剑，好像蛮值钱的。我屁啦，这样的赚，我现在马上看3000。好像还可以赚回本啊，对不对？箱子可以买了，有祭品啊？哪一个点要给我跳世界品的？我翻脸了！我认真哦，不准哦，我不许你这样做，不许你这样做，不许。OK。破3000人除一单敢不敢？我怎么觉得今天会3000人？好像会耶。破3000人我就出一单。4000人再一单，每1000人出一单。好了，我会怕了。你们今天人好像有点多耶。可以了，我们收集品先等一下录一下。冰冰，冰冰。
OK了。我们先讲三千一单而已哦。咱们百姓是不怕人数的，百姓怕了。以前百姓比较狂，输了。我这一辈子最痛恨人家叫我输了。我他奶奶的18年前那个家伙叫我输了，你知道他的草现在已经长得比我高了吗？死啦！哦，死啦！死啦！那年纪大胆就小，所以恨人家叫我死啦。过3000除一单，过4000除第二单，过5000，好啦，就4000就好了。一张红便送一单，这种实况组你敢信？只要在我的那部精华影片下面留言，关键字会给你们，就可以抽了。所以你漏掉了，你再去补留言都还有机会哦。来咯，3000人一单，4000一单，5000一单，6000一单，不要怕，狂是你的称号。感谢黑金珠，重装一次绝，一波气刷过去。到底我们今晚精华会不会出现英雄变身呢？什么叫超熟啦？你也无看过，你没公开，我来公开哦。啥？我家己在创啥拢唔知呀？我嘛唔知今仔日上这一单要创啊？我是不怕送啦，我怕送不出去啦。Complete，Complete，Complete， 一波 7 刷过去，各位观众，哦。好啦好啦，跳，呸！有没有正常发挥不意外？完蛋了，变冷冻了。刚刚那个只是一时口快，不要太急，那只是一个节目效果，真的只是节目效果。这不会中红变啊，不可能中红变的东西啊。哎，3000人了，哈，3000人了。我来公开 ，Nobody can kill me， 没得喊口哎，马上现场一单，一单3000块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说4000人要送一单吗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说这件事吗？我刚刚说4000人要再多出一单吗？4000除第二单，过4000除第二单，过4000除第二单，有吗？怕我不敢说啊，最恨人家他妈激我了。有种你就不要走，有种你就不要走啊，有种你不要走啊。没在韩扣的，我最讨厌他激我了，我现场刷。有，我刚刚讲4000人再送一单子，我每次刷他都算我10%呢，我这样应该已经算超过3000块才对啊。他干的，我是差不多了，直接撸了，直接撸。哎，为什么3300啊？哎，那个人是怎样啊？好了，有说就有说啊，又还不到，还不到4000人，都到4000再说好不好？没有到4000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到4000，没有啊，老师。大家请手下留情，已经够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了。OK 啦，再刷一张这样进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11张？等一下，我刚刚没有说，等一下我先讲哦。刚刚这一包我没有说中红的要送吧？我没有说这一包吧？哪里啊？怎么突然间跑11张出来啊？我刚说的是那个神秘变身卡嘛，对不对？889，889，里面有11张吗？哦，高级变身抽卡包，对，这个我没有说吧？改名叫熟啦，干！等一下，把那句话给我送回去。这个中一个红的，一单；这个中一个红的，一单。这个中一个红的一单，我拜托你不要给我中红，我真的，等等，官方，我真的，玩天堂 M 这么久以来，我真的没有这么诚心的跟你说出我心里的这句话，战博名利，平民百姓啊，真的是不用给我红遍，之后再给就好，今天千万不要给我红遍，刚那个人数不要再来了啦，我先抽这个应该是不会中的这个，啊，干，真的是11张哎。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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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得啊得啊得
妈的，平常也没看送那么多张，今天送那么多张是怎样？这不可以啦！我里面是真的红遍。我玩天堂玩多久啦？但我没玩过天堂，就是撞红遍，打我脸啦，笨蛋啊！谢秉承，打我脸啦，笨蛋！来啦，我先给你跟你暖暖身啦。这种小 case 我们就直接丢啦。四千了，那我四千三九八五而已啊。哦啦哦啦哦啦！啊啊！跳他妈的，就四千了，还没错结，又他妈想出来，来了 ，OK 了，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，不要啦，时间很多，拜拜。啊 ，OK OK 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啦，等我摘摘呀，我看到了啦，四千我看到了啦，奇怪了。哦啦哦啦哦啦。我第一次抽卡看到红色会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今天的五千再一根牛嘞，不会五千啦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怎么可能？遇到硬玩家大概就这些人，不是没在怕的，索拉，但你看看索拉长得这样子，大家不要这样，百姓不敢。没有啦，就大概四千人呀，你不用特别抖内抢这件事吧？感谢抖内内哈，怎么说了？怎么怕？怕什么啦？怕什么？看我最恨人家欺我了，干五千我再一单，你哪搞哎？说什么？你哪里特别爽快啊？五千我等下再一单，我最恨人家他妈看瞧不起我了，五千我再一单，喵咧，羞气呢？这个哪个都说人的吗？干看不太清楚，起来，哪个他妈说我输他了？出来！怎么有够假？干你拖不花的入单哦！你刚来对不对？往前拉，不会有五千呐！干什么激将法成功？干死！他妈，你们这些人有个贱的！1490加阿顿加300啦！为什么要阿顿啊？干你们是故意要骗我弄这个吧？1490好，玻璃罗收来1490，刷890，不是超过吗？干他开始一直弹讯息出来了，他叮叮咚咚的，这个再买两箱。干你们都叫我去弄这高级变身抽卡券，你们根本就是故意让我去抽红变吧，对吧？好了，无所谓了，干刷，可以了吧？全部领了，全部领了，全部领了，来喽，咱们开始抽，一样中红我就送，有种官方你就打我的脸，来九张，我快快速速的给他弄过1000块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 O。不意外啊，不意外啊，这种东西会有红变，怎么可能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可能的代价。对啊，先抽哪一个？先抽这个按 A， 先抽这个按 B， 请投票。哎 ，A 比较多哎，真的假的？大家都想先看这个、哦，你们是觉得这个会中是不是？不可能，感谢订阅，不可能，我真心觉得不可能。中红变，我不相信，除非我中红变，不然。我不信，准备啦！一波 seven， 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！没事，安全下装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怎么撞红变？这种东西撞红变，交叉，我们交叉测试，感谢订阅，准备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上帝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当你的右脸被打的时候，你左脸要渡过去给他打。我今天两张脸都渡过来了，我就呛你工程师，不敢啊，我好怕、啊。各位观众。哦啦！不要这时候抖内啊，我也害怕。对嘛，不会中红的啦，不用担心啦。哎呀，玩天堂玩这么久了，我送单没在怕的，你看看我刚刚尬词多好，我说中红我就送了，4500了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刚刚说五千的话，我再抽一单吗？我刚刚说这句话吗？那我最后人家踢我了，干五千我再一单，干五千我再一单，干五千我再一单。有没有人说没啊？有，我有说，保证有，五千有，我刚有，我说我没在怕的，有，好像这句话好像有影响，操死啦，干，等一下五千我就是骂他出一单。不用问了，拜托我来讲起来，我来讲起来，我跟你在创啥，我都唔知呀，怎样？我的魔法小卡录个崩起为止，先讲好，刷到爆为止哦。干，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就真的会引起官方注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工程师，今天真的可以不用，真的，我认真讲，因为我偏向你说，真的。这种会重复，你知道吗？重复在和还是重复，你知道吗 ？OK 吗？等一下，干我干嘛？他妈跟他低声下气的啊！你给我个红边，来，干了，准备抽中红送一单哦！来咯，注意看哦！为什么他数变多了？红了？不会吧？妈的，我一个晚上我这样是妈破产了，4700？不是啦，一波七啦，靠腰哎、欸！一波 seven， good， big， 关，爽。头卡一字诀，哦，好了，这个就不会中的东西，你要看抓出去啊！我就说是不会中的嘛。哎呀，我玩天堂玩这么久，这怎么可能中什么红变那种烂东西啊？来看，呸呀！我们4800了，啊，来喽！准备好了没有？今晚精华最后一趴喽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好了，准备了喽，来喽 ，Go V One Show， 到底今晚平板性是否能够在最后这一刻悬崖勒马呢？我就说不会中了嘛，对啊 ，OK 啦，怎么可能中啊？可以和红变，我那讲起来，像我家己咧创啥的，唔知呀。合成如果中一红，我再送一红一单，两红两单，来喽，拜托你不要给我蓝色哦。真的，今天就不用给了。有都市传说说中蓝马上红会变中红，对不对？我就故意等他一下下，这样他就不会出红变了。一切都在我的预计范围内啊！OK 啦，没问题。好啦，好可怕！四个三天。公司醒来了，公司发现了不祥之兆。四个闪电，完了，肯定完了。人气回避加一耶！干，接着，靠北，我笑不出来。很会鸡内哦。有人说红变枪是不是？一师弟送两单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刚是不是说中一红送一单？中一师弟，我加码再送，中一师弟中两单，我呛他不可能。Nobody can kill me， 合卡一字诀，一二三四。各位观众，哦啦！这个中红边啊？什么？怎么别冲动？没有冲动啊 ！Nobody can kill me 啊！我想快开始是2 1 2 3 4 5 6，再合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差200人，为什么人又突然跑出来啦？啊，来啊，我这边等你，4887，洗北七，嘲讽我
那个人数嘲讽我哎。好了，停在那边就好了。我是八七了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是北七了。我感受一下四个有没有机会中一式地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按照我精辟的分析，这个啊，瞬间就到58了。看我给他，你怎么怎么跟我撸几单呢？我跟撸几单呢？撸了几单？看我他妈整个群体都是刷卡。5000没有好不好啊？5012，你们是不是开5狠？来来来，刷卡，来来来，来看画面刷啦！你看画面，刚画都直接看也好啦！来，拢来啦！大家爱看撸卡嘛？干撸位拢我爱，拢是恁个，我知。来，要撸哪一个？来告诉我，祝福圣水哦，祝福圣水组合包是不是？哦，我第一次开台，那个钻是越来越多的。我啊，6000再一单，不敢！我跟你讲。嗯，你那，干你不能这样啦！不敢就说过年吃泡面是不是？敢吃泡面，6000人平民百姓再出一单，我又下 flag 啊！我每次都在中共。你好好，这个直接买一包是不是？我不啰嗦。我直接给他灌下去，我知道这个刷卡很少啊，没什么钱啊，一直在刷卡，为什么今天开台钱越来越多啊？我有6000的啦，不要在那边干急用了啦。中红又一单，感谢硬邦邦，花心金有不得，谢谢硬邦邦啊，他帮我补血啊，谢谢硬邦邦啊。啊，何红变的，够了没？变青蛙吧，谢谢 KO， 感谢 KO。看白金花钱很疗愈，当然我会痛啊，但我看别人花钱会是很疗愈啊。来咯，准备咯，准备咯，应该是不会中。来咯 ，Good way， 弯手，好了，啊，哦，没事 ，OK， 来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来咯 ，Good way， 弯手，好。好了，好像在，没事，安全下装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后面还没合完是不是？哦，被发现了，是这样是不是？好了，准备了，好了，我没有忘啦，我知道了，这盒上面盒给你吧，干，还真的有哎，不会中蓝吧？一波 seven 抓过去，好，感谢订阅，记得帮百姓按个赞啊，各位，那么多人看都没有人按赞，看看还有没有900块啊？来喽，一波7抓过去哦，应该不会中蓝的，这么卑鄙吧？啊，哦啦，没有，可以，应该不会在最后的海底捞会中一个吧？不会在最后的精华中的精华就给我中了一个红变吧？我记得刚刚是说这样，对不对？开一式地枪，我刚是不是说送2单？我跟你讲，红变送一单，一式地枪送2单啊！有种你就砸我的脸，来喽！各位观众，好啦！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讲一个故事，我在抽卡的时候他说，我来晚了吗？777777，再帮百姓补一次血，百姓加油，谢谢舅的，感谢舅的，每次我都快死掉的时候救一把哦。感谢丁文松，花起来一直磕一直爽，
什么啦？然后一直爽啊，是别人氪才爽吧？看这仅仅啊，这东西一定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各位分析中了这个，就是要么重复，要么卡池不会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破币弄下去，你就直接就是冥玉币了。我真的不想给他赚，不给赚了，我们刷一波七。好，那、啊、如果真的想要看我赌的，按七八好不好？请投票。什么？七八比较多哎？哈？真的假的？没在靠北的，来，我先买一箱就知道了。假设重复，另一秒关台。他没重复，我再送他一包。好了，各位观众。还没有，对不起，还要再抽一次，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刚刚那个只是先开箱 ，OK。各位观众，干，这笑还是要哭啊？他妈的，没重复哎，弓箭手哎，等一下。这是不是重复？重复啦，没红点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